早晨，咁多位又系我 Jason 啊！多谢收睇过前三集嘅每一位朋友，但未睇过都唔紧要，你哋可以睇翻。你哋每一个 view 等于一份嘅支持，非常感谢。废话唔讲咁多啦，我哋今日先去 MBK Center， 会去食望咖啡泰式料理家常菜，同埋做脚底按摩。然后去荃曼谷最大的商场 Icon CM， 在室内水上市场品尝各种美食，而夜晚就去本地人最爱的巨型夜市直拿卡林火车夜市，真是大到行极都行不完。事不宜迟，立即去片。未去 MBK Center， 先落去酒店无边泳池游下水先。Round one, lady, go! Come. Round two, come on, lady, go! Round three.好啦，由一日嘅新开始，游完水，做完运动啦，就去。我仲要跑咗几多？廿分钟都好多。好，我就唔得。咁我哋而家就去 MBK 嗰度咧，就食嘢，顺手行一行。因为佢早排，我唔知系早排定之前啦，就全新装修过咧，咁就同以前咧就有啲分别嘅。以前就比较个 level 低啲啊。就冇咁好行嘅，咁而家就唔同啦。咁我哋而家就搭等车啦，咁几个站啫，就好快到噶啦。好，我哋嚟到 MBK Center。是不同啲嘅，而家暫時嚟睇係真係唔同啲，光鮮咗好多嘅呢度。同幾年前去嗰個咧，就似如果要比較嘅，就有啲似葵涌廣場咁嘅嗰陣，係咪？有冇少少似啊？咁佢呢個商場其實都比較即係冇咁高級嘅，咁咩鋪都有嘅呢度。其实这里呢
好多铺头都系啱啱开嘅啫。咁我哋而家就要揾嘢食。咦，似乎每一层都有啲嘢食喎。呢度都多啲餐厅啊！照一食泰菜咯。哎，咩？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接下个汤，闻落去咧就好足料嘅，啊，做到效果，做到效果呢、這个，嗯，系呢个味啊，呢间又唔同味啊，佢咸就一定冇琴日嗰间咁咸，佢带少甜味。金邊粉，金邊粉，好正。嗯，哇，個粉好正，啱嘅啦，咁嘅份量，同我預期一樣，好滿意喎，真係。嗯，菜又得，金邊粉又得，冬陰功更得，好。九层闸个味好好犀利，呢个唔太咸，仲有大大嚿嘅蟹肉。不得了。而家我哋就食完嘢，就喺呢个商场度周围行下，周围睇下嘢啦。咁跟住我哋之后咧，先至会去 Icon 试嘅。不过喺度都要行一段时间先啦，当消化下啦。呢啲咪番茄咯，几得意。OK 喎，呢间嘢样样有啲喎。有五顏六色咁樣 ，full colourful。老婆發現到啲嘢，喂，呢件靚喎，幾錢啊？297咯。哦，我都揀翻件先。哦，咁呢件啊，呢件特色好多。我哋揾到啊，唔係我哋，係老婆揾到一啲筍嘢。呢啲 T 係靚嘅喎。哎，我呢件幾靚，呢件。我要呢件。是吧，呢件一睇就知 OK 嘅，咁我就决定买呢件啦。啱啱见到呢件，呢件好唔好睇？黑衬衫。唔系，要好仔细睇次先知佢系泰国咯。咁我唔理佢啊，我觉得。即系买边件啊？买呢件啊？买呢件？两件都要啊？两件都要，我两件都要。好多嘢睇呢度，好多唔同嘅嘢，有藥膏啦，有香薰啦，仲有袋仔啦。因为咁啊，我送俾你啊，因为我觉得呢对鞋好衬我老婆，所以我头先主动问佢你着唔着呢啲鞋啊？我觉得呢对好靓。系啊，我因为呢个色呢个型好夹你啊，我觉得。其实我又送咗我老婆买嘢咧。啱唔啱着？唔系几舒服啊？啱唔舒服嘅咩？点样唔舒服啊？哎呀，重量啫嘛！呢间鞋铺仲会卖手袋添，啲色好到位嘅，即系唔会话太花巧，好大众化，好容易入口啊！点解我好似讲到食嘢咁？
我会叫佢买多啲嘢，费事佢成日话我买只公仔都买到咁贵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老婆买到嘢咧，佢已经买嘅，但都加埋都唔够我老公多啊。我哋有安脚啦，我哋经过咗，我哋有安，比琴日平三百匹，一个钟啊！哇，三百匹一个钟，黐线，真系抵到烂，所以我都忍唔住，不如再按啦，我再按啦，大佬还鼠都嚟咗，都唔争在咧，根本就唔攰嘅。不过见佢咁抵就按一按啦，咁 thank you。OK， 哦、oh.。Sorry， 嗱，而家呢个咧系第一新视角嘅角度嚟嘅。Icon CM 系曼谷一座综合性商业建筑物，位于湄南河畔，占地总面积超过75,000平方米，系泰国最大嘅购物中心之一。但講到 Icon CM 最受遊客歡迎，莫過於一個人工水上市場，漫遊人工河道，欣賞到泰國傳統文化魅力。呢度亦有多間小型攤位，售賣各種各樣特別嘅商品，包括有手工藝品、服裝、首飾等等。除了商品，呢度仲有極多美食攤位，各種當地特色菜肴，仲有我最喜歡亦只可以在泰國大搖大擺吃的榴蓮。無論你想品嚐正宗的泰國菜，抑或品嚐當地小食，水上市場都可以滿足到你的需求。好了，搖身一邊我們就已經到 Icon 市了。咁 Icon CM 最出名咧，並唔係嗰個商場點樣點樣點樣，而係佢哋嘅地下嗰層嘅夜市部。係喎，有呢啲喎，周圍行下先，慢慢嚟。因為呢度都好多個檔攤嘅呢個係咧，總之食嘢嘅地方咧，我都唔識講啦呢個。哇，好多小食喎！呢度正喎，哇！哇，呢啲好食啊！哇，呢度有椰青，啲凍喎呢啲，真有嗰只，可以食埋椰肉噶。不過係咪要揾位坐咧？我哋陣間。真係呢個商場最成功咧，就係做咗呢一棟出嚟，因為上面嗰啲全部都係名店嚟嘅，其實同其他就冇乜分別嘅啫。誒，頭先嗰啲啊，陣間要買啦，好好食啊呢啲。咁我而家咧就買咗我呢啲嘢先，我買我嗰啲小食咧就比較原味，咁我陣間睇我食乜啦。咁我梗系食甜品啦，食饭都食完就唔好啦。我而家就要嗌呢啲啊，嗌呢档。啲鱿鱼喎，鸡翼、鱿鱼啊，食呢啲好喎。跟住饮翻个椰青，哇，锯一锯佢。試下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係腸定咩？巴拉絲，好食。誒，個雞油飯做得好好喎。Goodbye。嚟，買咗呢個食夜青。佢削咗嗰啲皮，執翻嚿肉包住嗰啲椰青水。好啊！
好奇怪呢個，佢斑斓味唔係話真係好濃，但係又有椰漿味，椰子味。哦，哇，仲甜過上次嗰個。哇，呢個雪糕咁般喎，真係好食喎呢個。咁枕頭包埋。是不是你有新人直拿卡林火車夜市，位於曼谷郊區，乘搭 BDS 到 On Loop 站，再拖车坐15分钟就到。夜市营业时间逢星期四至日下午五点至凌晨一点。直拿卡林夜市起初由一个小规模的露天市场供应当地居民日常所需，但随着时间的变迁，渐发展成为一个集購物、美食、娛樂於一身的好地方。夜市能夠成為旅客必去的景點之一，是因為琳琅滿目的商品，攤販擺滿各式各樣手工藝品、服裝、首飾、古董等等。這裡匯聚了數之不盡泰國各地的經典小食，由炸春卷、串燒到芒果糯米飯，每一樣都是對泰國美食的完美演繹。你可以一邊品嚐美食，一邊欣賞夜市的熱鬧景象，完全置身在泰國文化內，是一種旅遊享受。集中一點的昨天那裡就佢呢度咧就比較啲空啲，跟住係好部落嘅呢度。本地人。係啊，因為真係始終遠。遠，但係真係幾涼爽喎呢度嚇。嗯。有少少似行公園嘅感覺咯，部落都係。誒，前面有啲檔攤仔喎。全部都係波鞋。啊！呢啲唔係二手，不過係假嘅。即是尋日那些試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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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試啊，仲平過今日晏晝食嗰啲東西。不過如果再熱啲就好，又是不夠熱，因為在泰國吃的不夠熱，這個不行的。哇，呢度有啲小食，有个恐龙头喎，都唔系哥斯拉嘅，都好耐未听过。听到呢首歌我就谂起大麻，听到呢首歌就谂起大麻。呢度入去咯，睇呢个咩？最后先，我会食，但系要最后。原来系咁，呢边咧就全部系干嘢嘅，即系卖衫、卖首饰啊、即刻嘢。呢一边咧就全部食嘅，系咪入咗呢边先啦？我哋系咯，我系太多嘢食，都唔知食乜好啊！十匹啫，好快就三千八，啱啱闹佢，冇听住睇嘅。OK，thank you。呢个唔知系鱼肉定鸡肉啊？鸡肉嚟，鸡肉条啊，炸鸡肉条。佢如果有醬都好啲嘅，冇醬就好似乾咗少少。
去又真係好脆啊！我呢啲我真係食完之後 book 定醫院再床位都得，肯定唔得啦！我啲三文魚我一定唔得啦，真係同我啲消化系統做運動嘅嗰啲喎。行完美食嗰边，而家就要行下市集呢一边干货嗰边啦。有男装衫啦，有女装衫啦，有手袋啦，有我唔知系咪童装嘅衫啦，仲有呢啲比较 young 啲嘅男装衫都好大件。应该呢度咧系分几部分，我哋而家行咗两部分，我都唔知仲有几多部分话喺。搵鬼场啊！呢个不如唔好抢。几钱啊？哦，但系咁抵嘅呢啲，200块平过搭的士嘅啫。好彩呢个市集，呢个夜市啲路比较宽敞，如果唔系都几热。我冇坐到下嘢穿啊！唔会啊，佢呢度。因为幼细啲嘅，除非你袋即系士巴拿啊、律师批嗰啲啫。哇！呢张地毡够大啦啩，大片地毡。哦。你发现到啲咩？香薰。香水，都白，唔难闻，因为你而家一下子去闻一定浓噶嘛，你要隔咗一阵。OK。由于老婆身体不适嘅关系，我哋就被迫折返返回酒店，行咗两个零钟，我相信只系行咗夜市嘅三分一。因为夜市实在太大，大到可以令我失去方向感。咁今日嘅 vlog 就差唔多啦，中意呢条片就俾个 like， 有兴趣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记得揿埋个钟仔，一有新片就通知大家。系咁先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